备了哦，你看吃完就来了。快点！这个卡住了，我都不起来了。你看，他这种事情叫你让我怎么承受？哎，不要，我们还派四个人来收钱。收钱。太夸张了吧！哇塞，这小小动作就要请问。刚刚我们卡住，你跳到水里了，小心啊！搞笑！刚刚我们卡住啦！走啦，进去了啦！好啦，陆小心！走那么久还没有走，謝謝，太夸张了！那太夸张了！那就叫你跟我们一起吃饭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好了啦！哈哈哈哈哈！